对，没有人猜二胖。二胖那个演技真的不行。二胖，哎，刚刚我忍你很久了，靠你。哦，行，那演技王我们先来。嗯，我们吃的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你们还不知道？啊，是喝喝好喝的杨枝甘露。哎，很棒，杨枝甘露很棒哎。酸或咸，对不对？既然你去客家，给你醋精好了。醋精杨枝甘露，从大胖开始。大胖，哎，两杯哦？为什么要两杯？有一杯是让我们验证用的。OK。哦，是，他已经在演了，他已经在演。是舞台剧的那个，他超会演的。哇，所以会有两个喝到酸的。对，有两个酸的。好了，我看一下。眉头皱的真不自然啊！他刚去秀眉啊！啊啊啊！那不是好一阵子吗？雾眉，雾眉，哦，眼睛有红哎，怎么办？顺着回来，红，但他不会演戏啊，这个不准，有可能是假的啊。怎么了？小胖，来吧。喉咙借过。这演的有点多了啊，还打嗝，我最讨厌这种人，你知道吗？若无其事。起了吧。好浮夸，好浮夸，好难哦。完蛋，三个人演技完全不同。对啊，不同派别的，根本没眼泪啊！哎，有吗？有啦，他现在有点泛红了啦，有一点。哇，我直觉小胖没喝到。对，直觉小胖，你呢？我好像，我是不是不应该问你啊？没有，我觉得好像小也是小胖哎。你觉得小胖？对啊。你不觉得是他吗？我觉得是大胖。你觉得大胖没喝到？对，我觉得大胖没喝到。为什么你们觉得小胖没喝到？因为我觉得小胖他从刚刚喝他的那个演技就有点怪，他让人家觉得他没有喝到，可是他后面换二胖在喝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演一个这样，就是很奇怪的一个那种反胃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好像让你反胃，他啦，他做了一个反胃的动作。我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有自然的，你知道。那种真的喝到酸的那种微表情，哪两个？就是左右大胖跟二胖先生。我有礼貌，大先生没有比较好，没有比较好是吗？没有，等一下，有礼貌了，有礼貌，有礼貌，我太没礼貌了。我是觉得小胖是很能忍的人，你是不是很能忍的人？真的？对，但他的刚刚这边是有觉得答案给答案。我是觉得大胖啊，但如果可是我两位都是小胖，没有，因为你们比较没有，你们比较没有没有，你们比较熟，你们比较熟。跟你讲，我看出一个了，什么？我们两个都说是小胖的时候，对，他就忽然讲起来，他就赶快立刻问说，好是谁？代表他想我们赶快选他，所以绝对不是他，所以谁是谁？那就是大胖，大胖。好，我们剪刀石头布输的出去，大胖啊，那小胖太急了，我们看出来了，大胖。对，没有人猜二胖那个演技真的不行。二胖，哎，刚刚我忍你很久了，靠你。所以，好，我们都决定是大胖，对吗？是。那我们要剪刀石头布，输的要出去哦。好。Are you ready？ 好。输的要出来验证。剪刀石头布。哇，赢了！剪刀石头布。往那边喝。好，我往这边喝。拜托拜托。干啦、啊！完蛋了，他那个脸。干啦、啊，不是喝一口吗？干。哦，一口也可以啦。嗯？哎，他喝起来挺好喝的。很好喝哎。OK， 那确定是大胖，大胖没喝到了。但很酸。来，下一个。很好喝的，很酸。第二个。该不会是二胖吧？我忍你很久了。二胖，你应该放表演课。
的是小胖吧？完蛋了吧，是小胖。小胖，你这么想要让我们太酸了吧？我的妈咪！今天的好酸，今天什么都很酸，好可怕！小胖片。哦，酸到流鼻涕，好可怕！可以耶，好，这味道还不错，刚好喝热汤，辛苦了。这个我通常都拿来喝花茶用的，用绍兴泡的，泡过绍兴，好好哦。哎呀，可惜啦。